这个道君啊，是你的外头的兄弟，伊搁对子倩下毒手，这条你一定要处理啊！既然你这么维护你的兄弟，安尼阮就无客气啊！子倩这件代志，我一定会顾。真歹势，这代志我真正唔知影，不过我会赶紧了解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啊，不过爱请你花淡薄时间。好。别让我们担心太久。阿婆，你要在这做啊？至少要把他讨玫瑰的赔偿啊！姚乾坤，你老实讲，子倩的事情，你敢真是拢不知？我真正不知这个事情。阿婆，伊讲在庆生会顶馆。我听到那段录音时，我自己也惊到。虽然讲内底这大部分声音没有变过，但不过讲的口气，甲杜文啊真像。我无想要听你讲这啦。你即马随敲电话杜文啊，我即马就要知影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哎，坤哥！哎，坤哥，等你。我叫起来，应该是来啊。啊，等我一下。阿凯，啊！啊！凯宏啊！你，凯宏，你是谁？啊！啊！阿金兵啊！好了，我回。我就是要让你送啥？你刚才你欺负一个叫林子豪的查某囡仔，你熟悉迄个叫林子腾的查某囡仔？人去让迄不雅走，就已经造成真大伤害，你竟然搁把不雅走传到网络顶悬，用这款垃圾手段去对付一个查某囡仔，你到底是不是查某人啊？开放啊！这我是有原因的，我唔管你什么原因啊！你安尼欺负一个无辜的查某囡仔，你是笨手！对我笨手，我绝对袂客气。开勇，开勇，你这是跟杜文娜吃哪？爸，既然你拢一直在电话中，那恁拄则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应该讲清楚。你一个做事大无事大的款，用这款垃圾手段去伤害子彤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我要去处理啊！别搁卡，卡人好不好？人啊！到底是安怎？代志大条了，咱哪行哪讲？哦。行紧的啦，拖时间哦啦！行紧，行紧，这届你是绝对走袂去的。恁两个查某体，甲对我安尼无大无小，是活了神啊是吧？较掂的啦！凯宏，拄则我伫车顶已经甲你解释遐尼久啊，我对宋凌峰。这是有仇报仇，天公地道的代志。你嘛因为杀掉迄个查某囡仔，你就安尼是非不分。三角，你这种叫着穿着黑白乱弹、无差别报仇，这是是非不分。你有冤仇，你去找宋凌峰就好啊。你去用子龙是要创啥？我是恁叔啊，我做代志敢着需要跟你解释？你就算无尊重我，你莫尊重恁爸。我无可能去尊重一个欺负查某囡仔的人。
当是一个真单纯、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却受到你这种毁灭式的报仇。你想看卖，伊是开偌济时间才重新开始，伊是偌拍命才为地下爬出来。结果呢？你为着报你的鸟吃饭，你通通啊试过啊电脑按键，你就改过他都等于地下。我真正无看过你这么无良心的人。大姐，你要安怎死，你该知影哦。原本我无想要跟你讲那么多啦，我想要把你直接变作消波块啊！那是因为我代念你跟阮爸有几十年兄弟的感情，我让你死得明明白白。你这卖意思，是想要爱恁侄个命？妈安尼讲吼，阮凯宏哥只是想要送你去住海景套房底牌啊，让你到这片大海吼永远做伴。恁这群囡仔，恁敢？老母就敢做啊！二点我嘛敢困啊，无彩我阁叫你一声副董，结果你竟然做出这款伤害查某人的代志，我实在对你真失望的啦。恁这几个生仔长，根本就三无状况，其实是这一切根本就是误会。遐相片，我是想要用来威胁人家，用来控制因的尔，唔是要针对林子彤。我为着这個，阁特别去后尾安怎甲相片上马赛克。像知影相片传出以后，竟然是无马赛克的，所以我根本无迄个想法。这一切拢是误会，误会！你这句误会毁掉是一个人的人生。我不是因为这件事，我才知影，自从为什么拢是穿黑色的，不是你在潮流，是因为伊感觉伊的人生是黑色的，是黑暗的。你嘛是更生人，你应该知影，一个人爱重新开始是偌困难。你即马当上昏迷。你若是精神，你爱一个上昏睿睿的人，阁安怎承受第二摆重伤？你即摆不哩替你家己做足好，你一点仔拢无法度感受别人的痛苦，你一点仔同理心拢无，安尼就代表你无想要做人啊嘛？好，我成全你，让你重新投胎，让你后世人做一个无悔无目屎飞机。知道，这个世界搁欠一个笨手啊！我替你报仇啊！皇上开庭，安心上路。你在做什么？去笑笑，你跟大人饮食是要吃免钱吗？海峰啊，就算说你现在大汉了，做什么事情要跟我交代？你当我的外贴的，敢免稍微回去？你伤害子彤的时候，敢有跟我回过？这种伤害查某囡仔的笨手，爸，你要提伊啊？伊是我兄弟，伊是一只老鬼。彩虹，你较冷静的啦。子彤的代志哦，等先拢甲阿姨讲啊。阮知影你是安怎遐尔生气，我嘛真猜到阮阿姨是安怎安尼做。啊，无你想看卖，子彤，伊为着要重新伊的人生，伊遐尔啊拍拼，啊，即马你要为着这个人的过错，将你的人生甲前途拢毁掉，安尼做敢对啊？这件代志，咱就交予警方处理就好啦。我老婆要甲处理，啥要甲处理？爱我帮伊抓，无可能。我来处理啦。先甲人救起来，有啥代志，等下再佫讲。有事慢走，救人。啊，唔过啥？有条，救人。啊，无即摆是安怎？话袂顶当安，天地颠倒变啊！小，恁今日唔救人。后摆咪阁叫我大，
妈卖电话。当然，我哪会无听你的话啦？这是，这大人是什么好人啦？嘿啦，我讲救虫嘛，无可能救这只大笨仔啊！废话啊，救人！是。大哥，歹势，报警叫你。开动！你即马硬要靠恁一个了，对？好，除非为恁爸死得甲打过。小乖乖，等我消息。像我头一话，你敢惹这么麻烦？若为了反背你，伊只花家母，你到底要糟蹋你家己人生？那个查甫，替我的人生去换伊三十年的荣华富贵，一口气我吞袂落。若算讲你想要报仇，你奈个头壳当一只转来身上？你奈个伊过去，让他们掳走，上传网路。这垃圾的事情要做得出来，你敢讲是我过去实在那个有情有义的大混蛋？你敢解释清楚？算你衰了！你给我敢讲？哥，这事情我处理。你有听到？放手！你再讲一遍，再讲十遍嘛，赶快，算你衰！我跟你们讲一遍，是我做的，是我做的。我讲算你衰，伊真正是有够衰。我本来无打算要给伊的面见光，我搁甲伊拍马赛克，现在传去网络了，伊马赛克怎无伊啊？伊这不是衰，伊这是啥？反正我讲啥拢无效啊！凯宏已经认定我是超过伊，让林子通我得罪了。你这做爸爸的，若要替后生处理代志，要较规气的。我家己收，再想办法请乌灵奇去讨。卡这嘛，你还讲你想报仇？真正无彩，恁爸拼死拼活来救你呢！这冤仇我干三十年，三十年啊！你敢无法度想到迄个感觉？坤哥，你对我情义相挺，我真感谢你。啊，不过我真无简单，苦三十年出来，会用想办法替家己报仇啊！想袂到，今嘛会死在家己人手的。宋玲，宋玲龙。我做鬼嘛袂帮你耍，我一定要逐天去找你，逐天通知你，你等我。